Doctor， 周末奇谈。系啊。今日又有啲咩传奇女性讲下？上次啊讲嗰个川岛芳子。后屘咧就话佢系证明唔到自己系日本人。系。咁咧就话俾打咗靶啊嘛。但你话替身啊嘛，八条金条。吓。嗰個替身咧，其實喺坊間傳咧就是美國安排嘅，係乜都關美國事嘅。因為佢係想利用佢咧，佢將來喺外蒙古搞嘢。嚇！即美國咁中意嚇搞嘢。俾個國家習慣咗搞顛覆搞事。喺背後啊，搞你搞路啊！你見過佢而家同中俄衝突都冇打過正面仗㗎？係啊，但不斷喺後邊潑火，潑火喺後邊不斷潑火。而家都係代理人戰爭。係啊係啊。咦？嗰條天然管道北溪二號。咁呢次咧就講咧，佢呢一集咧就講李香蘭。O K。係。張學友有首歌叫李香蘭。應該係嗰、那個那個日本歌星。唱先嘅，冇錯啦。咁咧，實際李香蘭咧最聞名就係《支那支夜》。係係係，佢係歌星嚟㗎、明星嚟嘅。兩棲嘅。哦，電影明星唱歌。後屘佢又好學阿川島芳子。係。和平我咧俾人拉咗入過去行家。即係又係間諜。總之嗰時你兼埋啦，乜嘢都攆埋你啦，你唔做都唔得啦。咁話俾佢證明到自己係日本人，所以變咗無罪釋放。好似翻咗日本喎。佢有咩日本好威啊？佢94歲先死。係啊係啊係啊。佢102歲啦，今年佢1920年出世。係。喺府上市出世。係。因為佢爸爸好早係日本人咧，嚟咗滿洲國嗰度。係。嚟咗滿洲國，即係遼寧嗰邊啊嘛。這個女人很聞名的，在當年啊，是這個女人是旗女，李香蘭真的很聞名，一首《支那支夜》唱紅曬成中國啦、日本啦，但她最早出道呢就是13歲，參加唱歌比賽，在滿洲國參加唱歌比賽，咁啊一路出不道之後，到到十。1937年咧，佢拍電影啦。就嗰時滿洲國成立第一間嘅電影公司。就揾佢做女主角，開拍好多戲。咁啊，好紅。又周圍演唱啦，又去台灣。1940年，佢去台灣開演唱會。嗰年4月啦，冇打台灣噶嘛，嗰時台灣係日本統治，所以咪佢開演唱會咯，好紅噶當年嘅香港真係好紅，有好多嗰啲廣告啦，嗰時日本資生堂而家都有啦化妝，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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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生堂，佢最早做資生堂嘅代言人廣告，代言人啊，一陣我貼翻俾大家睇，我依家呢個女士。後生幾靚添喎，李香蘭。咁嗰首歌點解會作出嚟唱咧？就係玉置浩二啊，日本。佢就話見到佢幅相，年輕嘅時候嗰幅相，佢係佢一眼萬年。哇！點會咁犀利？點解會靚到即係傾心？跟住佢咧就靈感得到咧，就寫咗呢首歌。知難知易啫，李香蘭。唔係佢係睇咗幅相先嘅，寫咗玉置浩嗰個李香蘭。跟住就後屘就日本唱日本文唱啦，唱到街知巷聞。咁啊，係啦，張學友就翻唱咗中文、廣東話。呢一段又玩埋，我唔知道。嚇，呢係近代啲啦。近代嘅。即係佢就係見到佢幅相黑白相，哇！點解會咁嘅女人？點解靚得咁樣咧？佢冇辦法忘記啊，即係冇辦法釋懷。哇！乜咁靚咁樣？咁佢就作。以前啲女人靚得嚟咧，有味道。係啊係啊係啊，個個樣唔同咯。有味道嘅，而家嗰啲膠樣，佢哋靚得嚟有種味道，同埋佢本身有嗰個藝術修養啦。係，同埋以前嗰種藝術修養嗰個時代啲人比較淳樸噶嘛。嚇，啊，即係冇咁妖冶噶嘛。係咯。冇話冇咁俗氣㗎。係啦，冇咁坦肩露臂噶嘛。係啊，即係側側頭就好靚㗎啦。
但係佢嗰個偽滿洲國咧，其實佢嗰陣時成立嘅，其實係日本仔成立嘅、嗯，就揾阿保保義做皇帝。咁其實就係屬於日本嘅。係啊。唉，總之中國人一定要強嘅。係咯、啊。所以今時今日，今日係國慶，咁啊講翻一啲自己中國嘅歷史。咁如果你話講愛國咧，你對自己中國歷史都唔明咧，就愛唔到嘅。係。你對自己國家嘅歷史文化嘅傳承咧，要認識噶嘛。係。啊，咁你咩嘢都唔知，咁樣你又唱李香蘭，又唔知佢嗰段歷史。啲人都係因為張學友唱，或者容志浩二唱，咁咪唱。首歌幾好唱㗎，我中意唱。都幾難唱㗎。難。係啊。咁啊，嗰晚有少少中國歷史咯，趁國慶咁又記得係。為什麼人家會打你中國呢？你弱了嘛，是的，所以為什麼很多朋友都問，哎，這個國老闆支持共產黨成立嘛，那我，喂，那我中國人都希望國家強，是的，那你，就等於你有這個企人，你逼著要入黑社會，因為你又不夠我，不夠我被人欺負。所以有時你看到他們現在要埋伏先浮，你逼著要埋伏。你不埋伏呢又被人屈。即是好像以前你經常說在街邊做小販，是啊，你說我想什麼啊？是啊。但是我不埋伏那邊又每天十幾人來收錢，那你的，是不是？世情很多門路。是啊。好了，就最重要的學識什麼呢？就不要被他這麼負面的力量影響你們，那你真的自己有鬥志，自強不息，否則你抗衡不了，你就一生人無奈下去，那你生存得很委屈，臨死都不開心，很委屈，但如果你自己有個自立的能力，那就要經常叫年輕人學一種技能，所以我叫年輕人學木方班、保健班，是吧？那你有門手藝，是吧？啲女仔嚟學木方班，佢搞掂個八三年嘅機喎。今日阿 Yuki 靚咗，睇下個嚇 ，Yuki 靚咗啊！都唔止一種手藝啊！而家啲人要學幾種手藝。佢而家佢好有信心啊！我同佢睇個布仔，係啊，我教佢正式點樣八三年。太見效嘛！啲阿太五啊零歲，你同佢做唔即刻後生咗十年，咁仲撲到嚟啊！仲醒啊！靚喎，你都自己得人掛下有用嘅。係啊，你慢慢揾個龍沙板仔。而家你嗰啲，我哋有竹仔啊！重沉積用竹仔行嘅啫。係啊係啊！但你要變翻幼細咧，有一種靈氣咧，就要落翻個玉嘅。係。金石唔同嘅兩種。係。我 energy 啊，你用第一浸竹仔，再用嗰個玉沙板，兩個效果反射出嚟，嗰個係有啲秘訣。日日都做咯，我而你用個竹仔板又行啲嘅，係啊係啊係，行啲。你再補充翻個玉沙板素嘅浸噴噴水啊，但竹仔細緻啲啊，即係呢啲即係咁，你咪搞完之後，你都行一浸玉沙板噴噴水。好啊，咁啊，講翻李香蘭，講個第二啲啊，李香蘭係冇嘅，你啲咁嘅傾下偈，呢啲咁嘅龍門陣吹水嘢，咁啊係當係開心果啫嘛，周末期啊，就呢個係都係奇女人嚟，係有咩厭事咧？佢係都幾奇怪，佢結過兩次婚，係兩次都係日本人，但第一次離咗婚嘅。第二次咧就後屘佢入政壇，就係、是、佢第二個老公。嗰時佢改翻自己個名咧，叫山口淑子。哦，係啊，叫山口淑子。咁咧佢老公咧就叫大英唔知乜嘢，係一個駐聯合國日本駐聯合國嘅大使嘅秘書長。嘅秘書，咁啊屬於外交官。咁佢一嫁咗佢。咁咧，由佢安排咧，就翻去選下嗰啲日本嗰啲區嘅議員仔，跟住咧就入咗去做議員嘅，又做過唔知一個日本國政府嘅次官咁嘅，咁啊叫壽終正寢咯，九啊幾歲，
但佢又做好多社會福利嘅工作。嗯。但佢當年咧喺美五洲國時代日治統治中國咧，係好聞名啊！上海都好聞名啊！嗯。一手之拿之。即係名女人咯，即係上流。上流曬成個中國。係。咁後期咧就佢嗰首歌咧好奇怪嘅，你後屘佢國民黨和平後咧，你有人唱嗰首歌咧，俾人獨立背脊話你唱之拿之嘢，都係殘世。哦，都被人抨擊你了、哦、即等而家你都見有個人著件日本衫都被人打啦，大陸係啊，俾人扣流拉啦，係咪啊？係啊，嗰啲你中國人著得日本和服啊，咁樣情緒嘛，你不如唱支那支嘢，即係咁咯。哦，嗰啲咁嘅民族主義鬥爭嘛，永無寧日啫嘛，係咪先？好啦，到佢後屘就翻日本跟咗呢個外交官之後咧，就一路喺日本政壇保護嘅。咁啊，做好多社會福利工作，嗯、就好高壽，嗯，94歲，嗯，佢1920年出世，1920年，啱啱100年，零而家到今時都繼續102年啦，係，但佢係94歲先至死嘅，哦，高壽啦，94歲，好似話當年日本有啲人根本都唔知佢本身係李香蘭嘅，係啦，因為覺得可能近代嘅年輕啲人同佢一齊工作。去做區議員啊，但就唔知佢係當年嘅中國後半邊天嘅李香蘭，即係叫做生口熟字。佢喺40年代咧係好紅嘅喺中國，非常紅啊！好多唱碟出啊，黑膠唱碟，係啊，非常。即係當年嘅黑膠唱碟年代都係嗰幾個，係啦，嗰幾個人啊，嗰幾個啫，白光啊，周旋啊，係咯係咯，幾百個一堆咯。但佢係其中一個好文明，因為佢有靠山嘛，嗯、特別係日治時代啊嘛，嗯、日本仔嘅即係咁，係咯，即係自己嘅代言人啫，自己有佢咪反吹服佢咯。後屘拉咗佢之後咧，就審判咧就佢會漢奸罪，佢、嗯、都搞咗幾耐嘅，咁佢咧就透過咗好多渠道。在和平後咧，透過即係日本投降之後咧，佢透過好多渠道翻去揾翻佢個户籍嘅藤本，正本，咁啊證明咗佢咧係日本人，變咗就唔告到漢奸罪，因為就係嗰一條罪話佢漢奸，變咗就要無罪釋放。但無罪釋放咧，個法官咧就講得好個判詞嘅質詞咧都好嚴謹啊。他們一個日本人，你走來用我們一個中國的名字做一些傷害我們中國民族的工作，是吧？即希望你好好地去反省，嗯，感激的當庭釋放的，但是你知道那時候生逢亂世，他生逢亂世大英雄子，後來他叫大英雄子跟他老公入城，咁啊，誒，咁我又知錯啦，點點咁啊，道歉咗兩，咁咪放翻去翻日本咯，翻日本先入政壇咯。呢啲都係因為戰亂先有啫，呢啲咁嘅背景，嚇。咁而家等於你香港有啲僆仔而家走咗去外國，外國之後喺外國搞一輪嘢，咁將來又唔知世界乜嘢翻嚟，有個傳奇，嗰個又係另外一類。嚇！好似喺中國人都好淒涼，斯諾登咁啊！你話係啊，斯諾登咁啊，斯諾登啊，無端端做咗王國公民啦，王國姑爺啊，跟咗佢啊，把羅斯都中意佢啦，係嘛？我哋今日啱啱先至國慶啊，放完山翻嚟啫嘛，係啊，放好耐冇放啊，停咗兩三年，係啦係啦，而家可以恢復，可以8個人一隻。咁咪應該祝福下自己國家啲國運啦。嗯，我係今年誒冇奏國歌，係因為佢有個國歌法咧，好似你預用國歌其實要申請嘅。哦，要預先申請㗎。預先唔係你應該，如果你社團搞咧，你應該係要預先申請。哦，咁我就費事申請，又費事自己夾硬嚟搞。咁如果你現場搞，有啲人。靴你嘅哦，唔起身又嚇，又靴你又成，咁你犯咗規啦，又無謂啦，咁你中立啲啦。所以今日我惹到佢啊，我哋咪唱首明天會更好咯。
都 OK 嘅。我哋慶祝個慶，希望明天會更好，係咪幾好啊？係啊，有忠誠啊！乜人生好多嘢可以好技巧嘅，我哋唔好想就走早亡啊，歌唱早亡。嗯。但係又因為咩人都有啦嘛，個場合嚟嘅人，我紅得滯，冇係令到人哋嚟到唔舒服。但明天會更好咧，就一定個個接受㗎啦，係嘛？呢、這個叫做少少政治智慧啦。你左中右都希望明天會更好。係係係。大家都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啦。香港好啊，中國好啊。快啲！中國唔好就香港更好啦。喂，歷史上真係咁嘅喎。之前係，之前中國未開放。你中國好咧，香港未必好喎、啊，咁古怪喎、啊。之前未開放政策，我哋梗係希望香港好，港啊、大家都好啦、啊。係、哎，世界都得啖笑嘅。大家好啦、啊。咁而家市場咧就好搞笑嘅，我哋收到啲網上資訊，又同埋嗰啲新聞，咁咧就係、是、啲人又好單純嘅。如果換咗啲領導咧就好啦咁。中國人最成功望住皇帝噶嘛，我呢個皇帝唔好搞啲咁嘅清廉民黨，酸到個冚家食到肚屙肚屙冚家屙，咁啊而家希望唔使換咗個領導咧就好啦，之後換阿習先生，咁邊個係民情嚟嘅？但共產黨嗰日日佢最緊要換咗做馬連良思想。嗯。唔夠用噶，嗰陣間會揭埋我中國式嘅邏輯啊！出家俾叫你放翻個俾人，佢因為佢用嗰個共產主義嘅馬列思想咧，馬克思嗰啲文物辯證法咧，係睇好多搞唔通，因為佢下下都好粗糙，因為佢睇咁多啊，講咁多啊，做咁多。佢突然間調翻轉頭個時代變化咧，佢咪搬龍門咯？嗯，佢冇正話，我哋正話所講嘅中國明天會更好，你咪唔使搬龍門咯？嗯，你明唔明我意思？即係你意思係咪佢冇前瞻性咁強咧？佢冇咁深層嘅演繹出嚟，即係好表面，好表面睇咧就計嗰輸贏得失，即刻就反面。嗯，我一世識唔去啦，捱唔到尾啦，而家又要走去認衰啦，啊，九段線又消失啦，而家我哋咧，中國咧又要同啲全世界恢復友好啊，點啊，互利合作咁，你咩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咧？即係你認為佢冇深層嘅盤算？佢唔識企一個位咧，係可以轉得身嘅。係。但其實我哋中國本身以前都有呢啲思想嘅喎。佢而家佢引進咗呢個共產民主辯證法啊嘛。就新一套思想啊。就係撲街啊嘛！佢如果佢嗰套嘢掂嘅，咁你馬克思都唔使靠個把冇婆啦，自己都撈唔掂。馬克思啲嘢好似冇證實嘅喎，佢自己係講出，佢寫出嚟嘅啫喎。喺英國都有人證實㗎，佢真係靠個把冇婆用。兜兜搭搭啊，咁啊又天賦人嚟嘅。即係佢寫嘅嗰啲咩論述啊，其實都唔係真係有人。我佢如果佢著作就未經過實踐。係啊係啊。特別個資本量啦。係啊係啊。喺某位監房度寫㗎。係啊，佢冇人實踐。佢本身嘅命運好坎坷㗎嘛。嗯。又係齋噏嘅啫嘛，噏都噏一大。諗一大輪，寫一大輪。你而家等於個經濟學者寫經濟咁多個流派。咁而家你攞去嗰啲經濟論述去做生意搞經濟，你係實撲街噶嘛？一對方唔係照你嗰個遊戲規則玩噶嘛？係，好多變數啊！冇錯啦，咁而家你上輪台，你話你上做嗰啲巴西人隊嘅，你輸到撲街啦！又踢春袋，又插眼，又足球，係咪？嗯。所以又箍頸係嘛？所以你即係世間變數太多啦，唔係淨係你一個你動啊，人哋都動啊。法無常法㗎嘛，所以佢而家共產黨要重新檢討個，要擺低馬克思啦，唔夠用。嗰啲係好低檔嘅邏輯思維，見步行步，見到著數嘅搶住先，搶住先。哇！咁耐原來有毒嘅，咁啊翻去彈。你而家搬龍門啦！而家你見到俄羅斯，你又想彈開啦？
而家又話要撐翻 Lumada 啊嘛。早個禮拜咪走去同阿王毅呢只黑衣咪走去揾烏克蘭個外交部長傾偈咯，又話我哋撐你噶，保持影響影響，咪支持你唔講啊？唔係嘛？係啊，真噶，你睇報紙啊。好肉酸喎！咪共產黨唔怕肉酸噶，呢個就係佢哋嗰個馬列夫思想，佢只要達到目的。任何道德任何嘢咧，佢係唔需要考慮。嗯。真噶，佢呢個係佢哋嗰個鬥爭嘅精神，佢係搞鬥爭。我係只係要效果，我無論我用任何手段都得。就學你話齋咯。我用我手段嘅過程咧，我唔需要考慮任何倫理道德。咁學你話齋之後，冇曬底線。係啊，冇得收貨。但我用呢套嘢打到天下嘛！你蔣介石啊，冇佢咁狠啊嘛，冇毛澤東。蔣介石輸咗俾毛澤東，即係等於你嗰啲正常正常人家你唔會估鴨仔，你就輸啦。嗯。佢用你發爛渣係咪？你邊個唔發爛渣？嗯。佢有個佢嗰個發爛渣就佢本錢嚟㗎嘛。嗯。佢肯，佢唔知衰又係本錢嚟㗎。本死佢哋嗰啲。啊！你嗰啲，因為你同個同啲咁嘅低下層嘅人冇口粗口歪街嗌交，你要走㗎嘛，你輸㗎嘛，你輸㗎。其實唔應該同佢講嘢添。係啦，冇錯。根本第一句就唔應該同佢講嘢。直情你都唔應該交手。係咯，唔好交流大家。係啦，冇錯。呢啲我盡量唔同嗰啲人講。啊！唔好企埋去，唔企埋去，係啊，因為而家都好多呢啲少少嘢嘈冤巴閉嗰啲，就啲淨唔好行埋去。你冇意思噶嘛？你斬你令你自己唔開心。我陣間啊播翻首李香蘭嘅歌，俾啊啲台友欣賞下。我知那支嘢好正。不過佢都真係好靚嘅。真係好靚，後生好靚。你睇佢嗰個資生堂廣告，呢個都係奇女子嚟嘅，同埋嗰個年代啊，同埋川島芳子嗰年代。反為你話林徽因話徐志摩咪自殺嗰個咧，氣死人追住佢。林徽因又唔係話醜樣，但都四大。但係佢都係才女嚟喎，才女啊！佢係建築學噶嘛。建築學。佢畫嗰啲圖紙，畫啲圖紙，好似印出嚟。嫁俾梁啟超個仔。係啊係啊係啊！但係佢好大貢獻喎，喺建築學。喺個時代冇咩人才啦。咁佢又將啲建築即係全部統一咁樣。佢係全部集中嗌過交嘅，搞嗰啲。北京嗰個大會堂啊，嗰陣時嗰啲嘢，但又起到好古怪啊，鬼五馬六嘅。嗱佢，你睇中國起嗰啲佢哋嗰個格局咧，無啦啦都要整啲皇名噶嘛。佢喺個現代建築物整個皇大嘅頂。咁唔係即係襯翻故宮咁樣啊？係嘛？你變咗係夾硬嚟。但佢韓國咧就喺明朝嗰時咧，就皇帝御賜佢用個青色瓦，所以咪變成講青瓦台嘅啦。嗰個有一個國會，總統府咪青瓦台啊。青瓦台就係嗰個顏色咧，佢唔敢用黃色噶嘛，係我哋中國嘅繁俗啊嘛。佢只可以低調。係啦，就同埋係皇帝御賜佢用嘅，你用青瓦啦咁樣高尚。但佢而家去中國自己共產黨上場咧，就想有多少皇氣，所以喺個人民大會堂咧都有啲皇雅嘅，嗰、啊、個前邊啊，周圍都變得中國好興噶嘛，都似啲皇宮啊，扮皇宮咯、啊。但係我覺得我認為佢係襯翻故宮咁樣咯 ，B 版嘅嚟噶嘛，馬路都襯下。喺英國咧就。我哋中而家就算你喺中國建築，你咁多大城市，呢十幾廿年咁多嘢改革開放之後嘅建築物，冇一檔嘢係有特色㗎。佢又得個大，
但其實咧睇落去冇藝術品味。嗯。而家你就算康康兵都起錯咗㗎，嗰條脊。嗯。通咗窿啊嘛。係係係。所以一般嘅新嘅香港匯豐銀行新大起嘅蝕本蝕到仆街。啲人話下邊嗰個關科啊嘛，空窿啊嘛。嗰度又可以行喺後邊嘅，係啊。佢又唔識得點樣兜翻道氣，嗯，即係你講呢啲型化學啦，即係其實就係環境建築學。但你啲人講下講得多咧，佢就形成咗呢個咁嘅現象出嚟嘅，嗯，冇都變有嘅。有啲咁嘅意念啊？係啊，嗰個念力啊，冇都變咗衰嘅。但我都係覺得林徽因都係不可多得嘅才女嚟嘅。在那個時代去得英國讀書的事是啊都是厲害的都是那個國家不大那個時代會懂得去讀書當然不簡單好先，今天